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remy。 大家好，我是 Glenn。 华美是1946年成立，到现在已经有75年了。当年是由我公公跟一些他的朋友成立了这个茶餐室，为了生活，也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吃到海南美食。75年以来，我们都是以传统模式来经营这个茶餐室，直到疫情的关系，导致 MCO 餐饮业只能提供打包服务，没办法提供堂食的服务。在 MCO 期间，我们的生意跌了将近98%。经过管理层的讨论，我们决定把业务数码化，搬上线上平台，结合线上引流的方式来增加打包的客源。我们华美有拿 DG Business Fiber 和手机通话配套，开设新分行需要 Fiber 上网配套，通过 DSMS 发给顾客关于我们的最新资讯，如新菜色、优惠配套、新开张等。 DG Fiber 网络服务我们用在 Core System， 这样就可以方便连接云端。通过 Marine 的介绍知道有政府的津贴，也就是 Benjana Grant， 同时还可以享有账单30%的折扣，免费送 DSMS 和 Avana Marketing，加上当时还有国庆优惠，加送 eWallet Cashback， 相比其他的公司网络配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，所以很快的就决定签购。